世界晚安，蝙蝠晚安，兽爷晚安，怪鱼晚安，猎哥晚安，谢谢世界的星辰，大家晚安。谢谢兽爷的四叶草，大家晚安。幸运晚安，北极熊晚安，谢谢 Sega 的幸运草，谢谢冠宇的星辰，晚安。Luca 晚安，晚安。卡瓦哥晚安，波达晚安。今晚没能出席了，晚安哟。妈呀！阿泽晚安。哥家晚安，九代晚安，大家晚安，叫晚安。大家刚刚是不是在玩百万英雄？对，我这礼拜第一次玩那个东西，结果还是输了。眼睛好漂亮，谢谢。Plus 晚安，晚安，晚安。SK 晚安，对呀、啊，大家都错了。我问你们呢，今天是不是中间？不是今天的下午 ，IG 是不是有点怪怪的？志宏晚安，就是我突然看不到你们的脸，你们的小盒子，你们传给我的小盒子，好像是对哈，所以我怕有人就是下午的时候传给我讯息，然后我没看。可能那个讯息突然不见了，没有感觉吗？应该只有是小盒子，对，怪怪的，大蛋机，我有一个账号坏掉，一个是好的，原来我这边也是有点怪怪的，所以我今天在统计你们的。点歌的东西，结果我都没办法看到你们的留言，直播是没办法看，但我看是正常。下午在睡觉，谢阳晚安。下午还是看得到朋友的小，真的吗？所以是不是看人？是不是有些？今天要唱什么呢？我看看哦。今天唱应该是唱两首。一个日文歌，一个韩文歌。我不会韩文欸。我要先讲歌名比较好吗？还是晚点唱的时候跟你们说？对啊，现在有韩文啊，台语歌啊，英文歌啊，日文歌啊，什么都有欸，怎么办？这么早就唱韩文歌，有一首蛮好唱的。可以讲歌名，但是我们应该听不懂。意大利呢？哦，这次没有意大拉呵呵，这次没有意大利文，拉丁文歌。韩文歌练这么快，我还以为要比较后面。总共有韩文歌，总共有三首，比较好练就是其中一首，其他两首可能就是后面一点吧。有俄文吗？太难了，不行。俄罗斯文不是很，不是北韩的，南韩。原本想学俄文哦，你喜欢的歌吗？不要因为想要就是，不要故意这样，故意想让我唱比较难的东西，大家都在搞事。喜欢的电影的歌，俄文歌，等一下。俄罗斯文的歌我只知道两首，一个是卡秋莎，一个是托洛伊格，哦，还有一首歌叫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歌，一週間，我记得是俄罗斯文。月曜日はタ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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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简单到难的都挑了。我点的歌很认真，而且很善良。对耶，对，真的。安德森，你虾米可以？ありがとう。
还有泰文歌诶，是应该是泰文，所以我现在有英文、中文、泰文、韩文、台语，还有日文，对。哎 我会加油的，世界的卢卡。台语歌真的很恐怖，希望那首歌上网有注音版，不然我真的听不懂。语言大测验，我知道泰文是哪个糟糕的人点的。对呀、啊，就是你的好朋友。好哦，有很多台语歌吗？一两首。也就只有你能够把这些都练会，哎，感觉需要很多很多时间哦。我9月5号再唱一次，上次发生意外的西野加奈的歌，然后9月7号是新歌，可是9月7号的歌我还没练好。我觉得我点的有点搞事，好啊，好吧，那我先讲歌名嘛。对，一个是桃色幸运草的黑色的周末，然后再一首是这个我不会念韩文，我不会念韩文呢，这首叫什么？好像是 Super Junior 的歌，Super Junior 的歌，等等听就知道了。对呀、啊，反正现在有点韩文歌的就只有那一位粉丝，歌不是歌是歌，好久没听到那个团体了。对呀、啊，我 Super Junior 我知道这首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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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对，其实他们还有很多好听的歌，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好，那我们先聊天吧。我也只知道那首，对呀，那首很有名。那名字吧。你们今天都在做什么呢？上班吗？Sorry, sorry, sorry, sorry. 还是学？你们有学生的吗？你们是不是开学了？哦，对，还有 Mr. Simple，没错。想卢卡，哈哈。下班辛苦了，去做实验。下午回宿舍睡觉。我是啊。你是学生？再一个月才开学，都在等艺人公演抽选公布。哦，对啊，那个出来了吗？睡整天，初风晚安。对啊，那个出来了吗？别提了，公布了被取365，有被取哦，说到这个就伤心，没中这些机会不属于我。所以就是争取只有一个人嘛，然后就那个人不行，就是变成被取一、被取二什么的。被取五，我要把前面5个人处理掉啊！被取五太厉害了，可是可能还是可能没希望就对了。5号，这些机会。是你晚安。被取七要处理掉前面七个有点累。你们都是选 Daisy 场哦，不要说其他场。被取一感觉一定最痛苦。对耶，上面有5个先处理，当然呢、
哎呀，希望在公园可以看到甜甜圈。我不是选 Daisy，一个一个到乌美食盖布袋，我还没买呢，我也买 Daisy，是不是还没买的人就不能抽？还是可以抽？不是啊，好像就是填问卷就可以抽，是不是？都可以抽，所以可以见送吗？你们想来哦？被取消，Daisy 我到不了当天上班，会员号就好。9月4号是什么？不是9月4。哦，我还以为9月11号你们要上班，4号也要上班，辛苦了。会员号就好，没有要抽的打算。在家里乖乖看那个直播也是不错的。你们要来见送吗？我上次其实想说线上公演嘛，应该没有什么粉丝，像其他组的，我唱完前奏就可以走。我还以为是这样，反正粉丝都不在，可是还是有。就是那些粉丝，如果不在场的话，我就可以早点回家。可是没办法，我们一定要先回公司。所以上次我真的有点不开心。可是这次就是现场一定有粉丝嘛，所以就算有人接受我们，我是不会怎么觉得。4号我也要上班，下班冲回家看公演，了解。对啊，那还好不，Daisy 不是，Daisy 不是早产的。我也是4号下班冲回家看线上公演，一个人进去我一定地产到底。现场有粉丝啊，去盖布袋了，去见送会被姐姐若隐不敢去。对呀、啊，对呀、啊，我上次想谁会来，结果真的有人会来。去现场尬车，对。我上次真的第二天还是第一天啊？就是第一天，第一天早上是 Daisy 嘛，然后晚上是 Bellflower 组，对不对？我记得是这样，还是 Sakura 组？应该是 Bellflower 组了。对，我前奏结束，明明就没有什么事情，我真的很想直接走，回家，为了明天的公演要早起。结果没办法，我还是只能在后台等，就是因为粉丝在外面。夜校晚安，对，为了明天的公演，一个人公演是不是可以把所有人的彩带都带回家？不想彩带要抽，还是会抽吧？我也不知道，如果这次，我也不确定有没有一样跟上次一样的活动，有的话。就跟上次一样吧，不确定。对呀，超可怜的。我那天晚上真的超晚到家，我现在想到还是很气，还是很气。因为现在疫情关系嘛，我平常坐的客运很早就没了，而且是假日真的没什么车，就一个小时等一个小时，就是没有坐到。假如没有做到9点的，就要等到10点；没有等到10点的，就要等到11点。哦，我那时候还打电话给那个客运的那个公司说，请问车会来吗？因为我真的等了快1个小时，而且车上没什么人，我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想说我明天还要早起，还有公演，只有客运吗？对呀、啊。甜甜圈可以在你们24小时都有，对，我真的很想叫你们，假日等着超累哦，真的，我真的可以理解，早说我生日在你，所以真的，如果是现场线上公演，真的不希望粉丝在，
粉丝在外面，可以叫 Uber， 可是这样交通费就不能请了。Cooper， 全年无休，晚上11点半你可以到吗？我只有乌梅跟新竹演唱。新竹，你只能带一针，只能再一针，3个月发一次车哦，入卡把握机会。怎么那么无语？啊，希望，好可怕哦，9月4号呢，想到就想哭了。希望9月4号可以顺利的回家，希望不会超过12点多，真的太可怕了。卢卡晚安，小爱说晚安。我 Uber Eats 箱子啊，你有箱子哦。爱好晚安，最近总是亲戚家跟医院来回，所以超有感觉，辛苦了。是你家人住院，所以你帮他，你要照顾他是不是？有一针也不错。我眼眶已经，为什么红红的？一针晚安，对，我懂我懂。我之前我爸住院的时候，我也是，我跟我妈就是轮流去医生，就是。像如果像是礼拜一我要住医院，然后礼拜二我到下午都在医院，然后睡觉在家里睡觉，然后礼拜三早上差不多中午到医院之类的。我懂我懂，真的很辛苦。如果家里人很少，应该会更辛苦。一直要留一块蛋糕给卢卡吗？留一块蛋糕？诶？什么意思？很辛苦吼，对，我那时候我妹妹在上，还是大学生，所以就是不在家嘛，所以每次都是我跟我妈在轮流，可是我妈不会讲中文，所以医生要讲话的时候，我一定要在那边。想要说谢谢送我告白气球，我刚刚在做蛋糕，哦，什么蛋糕？家里有人住院真的很累，对，真的真的，我懂我懂，我真的可以理解。尤其每天都要长途来回的时候，对呀，而且医院的那边的气氛我没有很喜欢呢，就是在那边一定没办法很快乐。那就在那边。想到我也要哭了，不要哭了，不要哭，因为感觉很沉重。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那边的时候，在那边做的，不管是在玩游戏还是心情有点，很沉重。我像小时候去医院回家都会。做噩梦，对，我想说，是不是那边有很多坏的东西，什么鬼呀、或是之类的。尤其最近疫情，真的不想去。我懂，现在住院应该真的很麻烦，很辛苦。我都把医院旁边所有 Uber Eats 餐厅都叫完了，我已经习惯医院的压迫感啊！对对对对，压迫感，我懂我懂。习惯了，那一定很辛苦。医院光呼吸都觉得吗？对，真的真的。而且我发现照顾的人比……哦，这样不能讲。虽然生病的人最辛苦，可是照顾他的人也一样辛苦。我爸隔壁床都已经换了3个病人，他还没出院。哦，这个也我懂，我真的可以理解。对啊，都很辛苦。医院有股怪味道，怪味道哦，这个就有点，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消毒的味道吧。Sally，晚安。
夜的味道就是消毒水味，消毒水味的味道。沙发超难睡哦，我超讨厌那个沙发。我们是女生，所以，连女生都觉得那个沙发很难睡。如果是男生的话，应该更难睡吧？味道我也想说，但不好意思。味道我觉得还，习惯就还好。可是我不知道哎，就是医院有独特的那种，一进去就会觉得哦，头有点重重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在想，那边是不是有很多怪怪，很多坏坏的那个幽灵？我也不喜欢那个沙发，我懂，我真的可以理解。怎么消毒水闻起来超甜的，累的还是照睡。有的沙发斜斜的，晚上一直往一个方向，所以你们都有经验过就对了，可能是美少女。我上大夜没有遇过什么，就是哦，真的吗？那你的同事有没有遇过？我小明要你们坏坏的，医院一定有，但不要接近一些怪地方就好。好，好，对这个，我现在讲的你们可以不用相信，就是听听就好。对，就是呢。我爸刚住院的时候，我爸的朋友就是有那种灵感的人，然后他跟他的师父他把我爸爸给那个他的师父看，然后说我爸现在住院后，现在心脏跟脚还有头有这三个有奇奇怪怪的东西，就是不好的东西。然后我们一开始都不相信，想说那个师傅到底在讲什么。可是后来就是他们好像帮我爸就是处理，就是把那些坏东西卸掉的样子。对，然后后来真的有开始好了一点点。对，可是我到现在还是不懂那个坏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变成恐怖鬼故事，他们说不是幽灵，不是人，好像是那什么负能量的力，反正就是不好的东西。对对对，我相信有人一定觉得我到底在讲什么，有些怎么怪怪的。对，所以可以不用相信，但是在院待久跑过一堆急救的，我完全不相信这个。的确有些人真的看过，但有些是骗钱的。台湾叫阿飘，对对对，邪能量，对，还是不要知道比较好，信的人信，我选尊重。对对对对，不信的人真的可以不用信。宁可信其有，但不是很想真的遇到。这种我也不太信哎，没关系，你们可以不用信。对，因为那时候我问那个有灵感的那个我爸的朋友，问两个师傅，对他们没有付钱了，可是他们两个都讲几乎一模一样的事情。就是其中一个师傅，就是把他卸掉之后，他就说他曾经有这样的现人坏的能量在他身上什么的。对啊，我一开始听的时候也是觉得我爸的朋友是不是被他们骗了。卢卡相信宠物沟通师吗？哦，这个我蛮相信的。因为动物不会说谎，人可能会说谎，可是动物不会说谎，所以我们看动物的那个表情啊、反应啊，就大概知道。我都喜欢讲鬼故事给同事听，
他们就会不敢上夜班，现在你就要上夜班了，跟碰讲沟通，我也很想跟碰讲沟通诶，不知道碰讲在想什么，有带碰讲去过吗？台湾有吗？动物不会说谎，可是假的沟通是会，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我只能相信真的很有名的那种。可是宠物沟通是看照片沟通的，真假的？我知道的是，就是一定要面对面，不是看照片。我跟动物不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说谎。我觉得我家猫会说谎，上一次想自己加班。那种宠物已经过世的还能沟通就很假，我也觉得诶。我有听过看照片的，看照片的我就没听过，对，看照片要怎么沟通呢？那你想讲碰讲跟空头是聊聊吗？啊，你想让他，可是听说很贵，啊，通灵师哦，通灵师我目前没看过，志村動物園で見たのは、あれは多分本当だと思います。那种心理学大师思路走歪了，跑去骗钱。能跟宠物通灵那个人可以吗？沟通师都说他会心电感应，所以看照片就好。这个有点不相信。问问他为什么要把你推开？如果真的有沟通师能帮 Luca 沟通的话，想问碰讲什么事情？何が聞きたいかな？我想问碰讲，为什么你那么爱讲？你为什么常常攻击我？沟通是会什么喵电感应？有碰讲的照片就可以跟他沟通吗？我目前没听过这样的沟通师。问碰讲最喜欢谁？我只是在唱歌。瑞卡，我是妹妹沟通师，有需要可以找我。那是什么东东？问他比较喜欢你还是卡妹？一定是我。对，就是我刚刚不是说，我发在这个什么负的能量在他身上什么的话题吗？对对对对。我现在觉得那个负能量应该不会影响到他的病情，可是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心理，对，气氛嘛，我可能，什么还是问一下好了，或者一定会喜欢我，有没有借 Switch 沟通师？碰讲也不喜欢，比较喜欢 Luca 讲吧。我相信，有没有滴滴工程师告诉我到底最爱谁？影响心，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不是那种，我对灵感什么的完全没有，我真的完全不是完全不相信，可是基本上没有太相信，就对。你到底想问碰讲什么？就是想问你为什么那么爱讲，然后你为什么有时候为什么一开始撒娇，然后后面突然攻击我？只有滴滴什么？我帮大家介绍。碰讲就是傲娇。不知道这个我就不知道。他都怎么攻击你？就是咬我啊。有时候不咬我，就是他直接撞我。就可能我一开始摸他，然后我跟凤姐说我要去睡觉喽，他就喵，叫我不要去睡觉，然后我要去房间，我要走路去房间的时候，他就直接撞我。小 小晚安。
有背啊，算这里啊，看得出来吗？可是这边快好了、欸。妈妈跟卡妹也会背摇吗？妈妈比较好，然后卡妹根本没有照顾碰照顾碰脚。碰卡妹有时候会跟碰脚一起玩，可是晚上到了晚上，卡妹绝对不会，卡妹绝对不会照顾碰脚。卡妹喜欢猫啊，可是她不喜欢照顾。好吗？卡妈就卡妈生气的时候蛮可怕的，所以碰巧感觉有一点怕卡妈的感觉。他每次都会回你说，我觉得很聪明。对呀、啊，他会回我。碰巧可爱的地方就是他会回我。猫也不太需要照顾，可是碰巧是很需要照顾的猫咪。以前我帮我家猫剃毛后，它就一直打我。会不会是知道晚上会被碰奖状？晚上比较多。喵喵，微如晚安。卡妈生气可怕，卡妹很凶，所以只能欺负卢卡基亚。有可能呢、欸，我没办法对碰奖很凶。听说人不能打猫咪，所以只能说这样不行。可是因为碰巧太可爱了，我没办法对碰巧很凶。碰巧可爱的母过来呢，那对我凶可以吗？对呀、啊，欺善怕恶的碰巧，打了他会记住一辈子。哼，我不是最最低层的，那可以打我。哪里有那么大只的猫咪？打它也对，打猫咪真的没有什么效果。游戏一楼晚安。也听说它咬我的时候，最好的是叫大声，然后不要再管它，这样它也知道哦，我就算咬它，咬它也咬我也没有用。用吃的诱惑比较快。そうなんかね、噛んでも何もしてもらえないってことを覚えさせ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だって。でも痛いんだもん、ポンちゃんに噛まれたらやめてってなっちゃうよね。やめて、ポンちゃん。打粉丝还比较有效果。我有打过粉丝吗？我现在想一下，好像没有。以前我家猫咪咬我，我都轻轻咬回去。然后他就不敢再咬我。这个我有试过啊，可是对碰脚好像没有什么用。好像他们小时候的时候这样用真的有。生日会击掌可能有。那不算是打的啦。跟我们讲也没有用，你要跟他讲他听不懂。难怪粉丝不乖。甜甜圈不乖吗？生日会的机长，啪！没事啊，没事。谁叫你跟其他成员那么有默契？要跟碰讲心电感应。还想被急诊？哦，对哦，你上次生日会没到，没关系。希望下一次生日会可以在现场办。对，蛮可怜的哎，五月到八月都是变成线上，九月我也不知道。政府有说二级警告到什么时候吗？还是他们已经宣布了今年12月31号前一直都是二级警告，这样吗？我也不知道。现在是现场的，对呀、啊，还不确定吧？所以政府还没有说。四月是唯一在乌梅，距离超远的，真的没有说看情况。如果生日会还有14对吧？
对，明年每年都要到十次，十次。我想一下，35岁是不是？哎，不知道那时候我在不在这个团体，不知道诶。现在有新变种政府还很狠。大家好，我是35岁的宫田由佳。好成熟哦，对，那时候你也是30几岁吧？对，生日会很近啊，露卡就在旁边。10年后的我，完全没办法想象，到时候把双马尾参加生日会，35岁刚好吸引我机上啊，没事。可是我机上都喜欢年轻妹妹，那我也30岁了，该结婚了。我加入 TV 前那时候觉得，我在想我应该是30几岁才会，30几岁应该会结婚，可是怎么觉得距离越来越远，现在就吸引有机散了。欸，你们有那个吗？结婚线吗？就是这边，不是这一条，是这里，这里的线。幸运竟然也是33，还是比我年轻的。我机上也会成长，露卡再怎么样都比我年轻，10年后一样没问题。Hello 三晚安，安娜姐姐也是30几岁还是超正哦，真假的？欸，她看起来很年轻，嗯，她很漂亮。晚安，结婚线哦，26，看得出来是不是？哪一条啊？欸，你们没听过吗？就是呢，我这边感情线跟头脑线是一样的，所以我看这边好了。这个是感情线，然后这是生命线，然后这里是头脑线，可能。然后头脑线上面这边看你们有没有一条线啊，或是两条线啊，或是小小的线，很多小小的线啊什么的，可以看一下。首相有分男左右女右吗？其实这个每个国家都不一样诶。两条小线在那边，没有的话呢？诶，有人没有吗？我是两条诶，没有是不是没得结婚？我有一条诶。哦，我跟你们说，我爸也是一条，我妈也是一条，就是很粗的现在一条，所以我想说，哦，他们这辈子可能应该不会再婚。很多条的话，一夫多妻嘛，一夫多妻。有人说，如果只有两条，可能会离婚一次。有一条戏的是，那你应该不会离婚吧？两条会代表什么意思吗？之前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之前有人说两条表示你可能会离婚，但是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离婚还是分手啊什么的，一粗一细哦，真假的？那你看一下粗的在哪里？听说那个线在上面一点，表示你可能是晚婚，然后再下面一点可能就是早婚。我不要离婚，我也不想啊，可是。没事的，就算有两条的，我到目前，不是每个情侣都会分手，对。下次请露卡帮我看，有39条什么意思？有那么多，下次为什么要让露卡看？首先，两条是感情路比较坎坷吧？我也不知道。我跟你们说，我原本是有两条，可是下面一条。对，我原本是两条，可是下面这一条啊，突然消失了。就是以前就很明显的哦，我有两条，可是现在就是下面这一条怎么有点变淡淡的那种感觉，所以想说，我是不是如果没有加入这个团体的话呢，我是不是有机会跟别人结婚啊什么的？
然后他们可能就觉得，嗯，刘佳可能现在没有什么男生，然后就突然开始，像是一条送给我，加入 TV 后消失吗？没有，我这几年突然发现，哎，下面这一条怎么突然很淡？应该是加入 TV 后，对，所以我的那个之前可以看我的。首相的人说：“你可能会离婚，因为你这边有两条，其中一个打输了。可是我剩下的这个是很超级上面呢，所以我可能是真的是晚婚。你还有去看什么相？没有没有，就是我的朋友，我以前学中文的那个老师。”就是可以看一点点手相，不是真的付钱去看的。莫非跟我最近把一个甜甜圈处理掉有关？我要稍微看一下，嗯，我大概知道了。可是这个我觉得有一点，可能有点准欸。我想说，因为我曾经有看过，真的什么线都没有的人，或是超小的，我换一下好了，就是我有一个男生朋友，他没有交过女朋友，然后他的结婚线呢，就是小拇指，然后我写大一点好了，结婚线通常就是有一条比较粗的，在一条啊、两条啊什么的。可是那个人的，就是没有交过女朋友的那个人的，就是超级细的，在超多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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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结婚线，然后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没交过女朋友？”他说：“对，他很想交，可是好像没有缘分啊什么的。”所以我想说，是不是真的有关系？就是很细的，而且是没有很长，就是差不多这样，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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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就是那样，真起来的，那可能真的有点，还是我没有线，所以可能有可能，就是目前可能找不到对象啊什么的。如果什么时候看过我的手？那可能真的蛮准的欸，我也是好多线条，听起来好哀伤。所以你们真的没有长的线吗？这句话有救吗？啊，听说有欸，听说有。我也很想换我的那个东西，手相。现在是有人说这边有星星的，就是表示你的人气很高啊什么的。哆啦 A 梦永远结不了婚吗？好像也对，好像也是。我也还有一些小小的线，如果有比较长一点的线，就应该就还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在这。哎，不要说这样，没有做自己。原先那个位置我有一条很粗的，对，这里，不是这里，也不是感情线，是感情线。欸，不是，对不起，这是头脑线嘛，然后这是感情线，然后头脑线的上面，这边看你们有没有一条啊、两条啊，还是什么都没有啊？还有我跟 Luca 一样，一条钱一条生，看到一条的希望。那你看一下，生的是在上面还是下面？请问你一打 AKB48 Team TP， 嗯？我是 Team TV 的成员，没错。是啊，晚安。哆啦 A 梦有女友？哆啦 A 梦有女朋友吗？那天怡真有带你去新竹美食吗？有啊，有啊。可是大家都说那不是新竹美食，那是台湾美食。自己写三条，三的在上面吧。哦，那就好。很多条是不是滴滴线？有可能欸。我在想是不是这样。
很多条是不是就是滴滴线，花心的线，也不能说花心，有可能哦。那看你看一下，你们就是滴滴的人，看你看一下你们有没有结婚线。哦，在侧面有两条，そう、ちょっとね、はみ出してると思うのよ、ここに。この辺に。くっきり、一本ある人もいれば、二本ある人もいて。で、お父さん、私のお父さんは本当にくっきり一本って人だったの。で、だから本当に多分俺生涯に、ね、離婚も何もしないんだーとか言ってたんだけど、本当にその通りになっちゃった。ね、まあでも、ね、手相って変わるらしいからね。因为听说手相啊，他们有人说每一天都会改变，所以如果现在没有结婚线的也不用担心，对，也有可能之后就突然有很粗很粗的一条线。我没有 FB， 滴滴线，那我去。果然我不是滴滴，看来我不是，那我不是。複雑な気持ちだね。そう。对每个人都很暖，中央空调线。十年后没有结婚线才要担心。对呀，对。可是我也不知道，也有可能有些人没有结婚线，但是有伴侣的，也有可能。在台湾，男生手相断章好像没关系，但女生就不一样。哦，断章，断章是什么意思？我跟你握手就会跑出结婚证是什么意思？左手手面に濃く太い線が2本、右手手面には1本、あ、2本と1本ね。どっちがなんか、あれ待って、我也忘记了。有人说什么左边是现在，右边是，哎，等一下啊，怎么有人说左边是未来，右边是你本身的什么的？我也忘记了，我真的忘记了。应该是看谁呀？每个国家都不一样。断章是有一条线，横宽哪里哪里？哪个线呢、啊？中间那条线穿过整个手掌。你说这一条线吗？一说男生左，女生右边；另一说左边是天生，右边是后。对，我也不知道到底要相信哪一个。横的吗？横的线，等一下哦，是这一条线吗？还是，横的？わかんない。男が左か。そうなんかね、本によって違うね。男が左で女が右っていう人もいれば、どっちかが生まれ持った線で、どっちかがなんかこれからの線みたいな。我手是一个 M、欸、あ、是这是什么 M 是什么意思？从左到右的线，左到右哪一个啊？男左女右，我也不知道。所以是我是要看这边吗？这是右手，横的，这样。其实我的手相的线超多的，只是现在美肌开太好，美肌开太强了吧，几乎都没有看到。好，这样就有了，有一点点。你有分开是什么意思？你说这里吗？你没有断章，不用担心。好，虽然我听不懂，但是没关系。然后那个有人说，老师，我手上线排成 Luca 这个字幕是什么意思？那是表示你很爱我。生命线是感情线连在一起的意思。生命线感情线连在一起，所以是这里跟这里吗？这个跟这个连在一起哦。会，我没看过这样的人。我是感情线跟头脑线这边是连在一起，生命感情跟头脑，所以这边是一。可是有人会这里跟这里连在一起，
我也不太确定，还是我自己查。Luca 晚上，嗨嗨，晚安。断手掌的吧，断掌的，断掌。就是这个啦，就是这个。对呀、啊，我的是哎，对，就是我的手是断掌。这里是一条线，然后生命线。所以断掌的人是不好的吗？我这边不是，这边不是，这边是。但生命线跟感情线不可能是一起呀、啊，应该是可爱的人哦。好，那就好，那就好。听说打人比较痛，没说一定不好，了解。然后有人说 M 形状，我也没看过。以前的说法是不好，是因为比较少人有这个吗？还是看是哪条线断的？你现在左手应该没关系啊，你在左手应该没关系。我爸断掌，但是也没有比较可爱。左手没关系，女生看右手哦。好，好的，那就好吧。なんか俺左手の手のひらにでかい M あるけど、え、どういうこと？ここが M ってこと？こういうこと？是，我直接用手画好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变成这样？M 字掌。卢卡是一直都这样吗？还是有变？我这边是一直都这样，从出生到现在。M なんだ。ということはここがこっから線が出てないってことかな？那个是山的形状。有人说他的手掌是这样，就是好像他的那个线不是从这边开始。我的手掌是长这样，真假的，好特别哦。好想知道这个有什么意思，等等再看看。然后你们这边有线吗？这里。你们有线吗？听说，男生不是看，男生是看左手，对不对？这边比较粗，然后多的人是 S， 然后这边比较多或是粗的人是 M， 看你们有没有，看一下有没有准。然后如果差不多一样多的话，就是没有特别的差。我不用看了，就是 M， 好好笑。听说啦，听说之前我的朋友说的，你们觉得这是对吗？好吧，我 M， 卢卡踩我。下次卢卡帮我看，我又来到了奇怪的直播间。没有，男生是左，好像就是，这是五名指，然后这是食指这边的线，然后五名指这边的线。有些人这条线就完全没有，只有一边有呢，看你哪边有。我不告诉你我。我的我不告诉你，看不出来吧？对呀、啊，我有线，我有很多线，可是看不出来。食指下面很多线，那表示你是 S 啊？好像都可以啊、哦？真的吗？以后握手会 stop 喷酒精看手，怎么卢卡牌这么多 M？ 我只有食指有的样子，那表示你是 S 啊？
我也是十只有，下次握手看。我一直以为我是哆啦 A 梦，还是你觉得这是假的？我不会看，我不会看啦。我看到路口的时候，食指下面的线自动变少，所以你会变成 M 是不是？两边都很多的，就是可 S 可 M， 有可能哦。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是衣服穿 S 没错，干嘛穿那么小的？我好像也是只有食指有，是不是男生几乎都是食指？是只有的比较多，我也不知道哎，说不定女生比较多。史明子这边的我也不知道哎，问一下。ちょっと待ってね。天中晚安。原本没线的夜被路卡捏出来线。没事，没有线没关系。那路卡我名字长还是谁名字长？我其实都差不多，长度一样的长度。可是好像这边比较长一点点，就这样看就还好。嗯。什么时候要唱歌？再十分钟，再等十分钟。有一首歌六分钟，有一首歌三到四分钟。嗯，所以结束前差不多结束前15分唱就 OK。狮子长一点点，对呀、啊，差不多哎、欸。有忘记上次我说的吗？好像这边狮子长的人。表示你的女性荷尔蒙，女性荷尔蒙比较多，然后这边长的人男性荷尔蒙比较多。对，要平放在桌上看着。我是真的差不多一样长，嗯，对，所以听说男生很多男生都是无名指比较长。平放看变成无名指比较长，嗯，でも男性は多分大体薬指の方が長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一样长的人入咖啡比较多才有我两只手不一样，真假的？そうなんかね、男性ホルモンがちょっと多めだとこっちが長くて。なのか。可是这边写跟这个跟荷尔蒙没有关系。有人说无名指比较长，表示你是男性脑，右脑比较发达。然后食名指比较长的人是女性脑，左脑比较发达。嗯。然后要测的时候，好像要从这边测，嗯，我也不知道，そう、男性の女性の，可是我也不太知道什么是男性脑、女性脑，女性脑比较细心，是不是？可以当场接受一点，对。你们想给怪鱼穿什么衣服吗？女性脑就是很有少女心，是这样，是这个意思吗？你なんだろうね、女性脳と男性脳。ね。我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什么是男性啊、女性啊。可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男性呢？シングルタスクとマルチタスクだっけなのかな？よくわからないです。あ、女性のはなんか、なんだっけ？指の長さの比率は、你宝宝的时候在你们的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接受的荷尔蒙的比率的样子才会决定的样子。然后女性呢是个性比较细心，然后可以了解别人的感情，然后文系言语能力较高，然后可能有过敏体质。然后男性呢的话，个性比较积极，然后理系机器可能对机器那种比较强。然后体育选手或是精益者比较多，然后 virus 你以外，virus 你以外的那点的，嗯，我也不知道耶，反正这边这样写啊。そのなんか多分女性の方がアレルギーに敏感で男性の方がウイルスに弱いんじゃない？よく知らない。あの上面、你们自己查吧、我也不知道。男女脑真的有差别，女生的脑海嘛会比较大，男生的杏仁核比较大。哦。ね、わかんないけど。刚刚有一个词是不是怪怪的？什么是我刚刚讲了什么？刚刚在开车吗？是我开车还是粉丝在开车？等一下哦，我刚刚讲了什么？有听没有懂？嗯？我开车有吗？女の人の脳は左右の脳をつなぐ脳線が男性より太いらしい。ほう。粉丝心里有问题，不要理会。应该是我听错了，但我决定当做没听过。没人开车吧？我真的不知道，我刚有开车吗？等一下。诶？是用日文还是中文？真的没事吗？好吧，听错而已吼。好，好可怕哦。嗯，我已经忘记我刚刚在讲什么话题。别真的会开车只要讲一次，我也会呀、啊。可是我最近太久没有开车，我看不出你有开车，我真的不知道，男性呢，女性呢？因为不是只有一个人这样说啊，所以想说，那你们听成什么？算了。OK。再讲男性脑跟女性脑。忘记路可以有车的驾照，对呀、啊，听成天主主车车，我什么都没听到。好吧。OK， 那就差不多开始唱歌吧。嗯，え、待って、本当に何を言ったんだ私は。ルカ是什么脑？我也很想知道，我到底是什么脑？我是真的差不多一样的程度。我刚来听到你说你是男性。我是不是踩到什么东东？谢谢送出出你。我刚刚就是不小心按到什么奇怪的网站吧，然后就突然出现了那个 Virus Buster 的东西，就是说这个网站可能会有起什么坏的病毒，你不要再进去了，这样没有中毒，就是要进去前。我的电脑会通知。喂，我刚刚也超级吓到。对，防毒软体，对，没错。
ウイルス対策ソフトのとか、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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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んかこれ以上先に進まないでください的なやつ。我以为我电脑的声音。哎，我平常真的不太会。ね、あんまりそういうことないんだけど、ちょっとびっくりしちゃった。接下来请听新型病毒。电脑新病毒。よし、あ、この曲すごいエネルギー使えそう。頑張ります。好，我先找歌词。谢谢雷克的臭臭你，别看他的网站，哎，我不会看，很好笑哦。听说那些奇怪的网站有很多很多坏的病毒，大家要小心哦。嗯 ，Calendar， 没听过卢卡唱，哎，啊、哦，你说新型病毒呢？对呀、啊，因为我不会唱。我觉得我还是简单的歌就好了，才不会让卢卡练太久，花多太多时间。为什么要小心？我也不会看呢、啊。我没有说你们会看，就是想，就是不管哪一种网站，真的要小心。对，进去之前先看一下这个网站是不是安全的、啊。对 ，OK。卢卡平时都在看什么？我平常。我影片几乎都是看 YouTube， 我 B 开头的那个网站我也很少看，对，几乎都是在 YouTube 看。嗯，当然不能用别人的电脑啊。YouTube 是中国那边的讲法是不是？广告操都对，可是我现在用。这是什么？我现在不是用 Google Chrome， 我改成 Brave。Brave 之后 ，YouTube 不会出现那个广告。老一辈的讲法，卢卡之前有分享过什么？会看什么 YouTube？ 有啊，可是大家都没有看过的。油管哦，是这样吗？Brave 好用哎，对，他们用这个看 YouTube 不会出现广告，偶尔会出现啊，可是真的，1/100的几率。初耳的 Brave， そう、あの YouTube これで見たらね、大体あの広告がカットされちゃうみたいで、出てこないくなる。我妈都讲 YouTube。好，那我要唱歌，我先唱比较啊，我先唱韩文歌好了，嗯，四分半。Thank you.
所以听起来很像韩文，这也没办法吧，我又不会讲韩文。谢谢大家。好，下一首是日文歌《Crush Matsu》。谢谢少年送的行李箱。哎，这首歌词很好，就是呢，有一个女主角，不是，有一个男主角，他喜欢女生。可是那个女生有男朋友，对，然后这首的一开始就是男主角喜欢的那个女生，她在哭，然后那男主角觉得为什么你在哭呢？是不是你男朋友对你不好啊？我全世界最喜欢的你，为什么那个男生没有好好的照顾你呢？那种有一点像 Only Today， 可是，该怎么讲呢？你看得懂韩文没有？我唱歌之前还全部都查一下那个歌词的意思，不然我怕我唱的时候没有那个感觉。Only Today 比较准。对啊，就是那个韩国男，就是那个男主角啊。就是他一直都在那女生的旁边，可是那女生就是喜欢别的男生，然后男生就是他在哭的时候，那个男生好像帮他买咖啡呀什么的，就是对他做好事。可是那女生就跟那男生说：“谢谢，谢谢欧巴，你是好，你人真好。”懂我的意思吗？对，就是那男生真的。把男主角当
当成好人，所以这首歌这首的歌名叫好人，对，好人卡的意思，对。加在我身边的是最爱的你，怎么听起来那么像我的故事？对，大家可以多多听一下这首歌，蛮好听的。等一下哦，我觉得麦克风快坏掉了，就算充饱了，它很快就没什么电。歌名也太长，对呀、啊，嗯，但这首歌真的好听。你是好人，也是个坏人。Hello, Luca。そう、そうなんかね、いい人っていう歌詞。好，那下一首。加油。
スパイラルは邪欲な炎を葬るための試練なのか吐くだけの空を吐いて泥に埋めた跡は私の中のよさよされた沈黙へ永久に魂を揺さぶって締め切ったドアを引き裂いて真剣な声が聞こえた強く打たれて魂を売り渡し頑張って喜べないってもう一回声を聞かせて響けないで捧げたりしない心が触れた瞬間这首很长，有六分吧。谢谢陈安生，不是陈安生送我搓搓泥，谢谢套路才送我麦克风，ありがとう。陶草的歌几乎都是很嗨，然后他们公演曲，他们很厉害的就是五个人唱，五个人轮流唱，可是他们的唱歌都是很稳，不管动作很用力、很大力，不太会对嘴，嗯。太可爱了，真的很好听。你居然没唱没人声的版本？对呀、啊，我怕有人说很吵，我怕有人说粉丝版超吵。好吧，就今天就这两首。谢谢李怪送我告白，真情告白。嗯，还有七分钟。谢谢月哥送我搓搓泥。OK， 那其他首就是其他你们点歌的这个就下次或是下次再唱。对，前面真的超满的。对啊，前面的 rap 超可怕的。約束のチケのチケットはどこ？眠れない人形地味はまるで冷たいけど。对，他要继续唱想唱的歌吗？可以啊，我唱过的或是我知道的歌就不用特别点歌，就可以直接在这边说。ありがとう。我也要点陶草的歌，如果我能唱的话，现在可以点啊。rap 练了多久？我没什么在练呢、欸。我先，就是有一些地方。音准比较，不是音准，有些旋律比较特别的地方，我有在歌词下面写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的，对，嗯，其他都是记的，我只觉得很好听，感觉很有活力，谢谢。我忘记就是啊，对，我跟你们说，有一个粉丝他点了日香版的哆来咪嗦拉西哆。哆来咪嗦拉西哆，他们歌词明明是哆来咪哆来咪哆来咪，可是
就是歌词跟旋律那个音节完全不一样诶。我唱一下，哆来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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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嗦啦西哆，不觉得很奇怪吗？明明就是来嗦咪哆，可是歌词是嗦啦西哆。我一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后面是很好听，后面很好听，就是前面。想说这是什么歌词？还有后面是哆来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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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哆嗦，哎，等一下啊、哦！哆来咪哆来咪嗦啦哆来咪哆来咪之类的，哆来咪哆来咪嗦啦西哆，最难的就是这里。就是音明明就是哆来咪哆来咪哆来咪嘞，可是歌词就是写嗦啦西哆，所以我在打歌词的时候啊，我把嗦啦西哆下面写哆来咪嘞，可是到时候唱的时候，我怕我直接唱 真正的那个音，对，这首歌不管怎么都不会想到发就对了。那你应该是46粉大弟弟哦，有红包耶！我抢到，绝对音感的困扰是吗？我觉得就算有相对音感的人，也可能就觉得有点怪怪的。さらば愛しき悲しみたちよ哦，可以啊，那我唱一半好了。阳光是系统送我的，对，找一下。嘚嘚嘚嘚嘚嘚！我好久没有唱这首，我再来唱《西域七号》就好了。Shiki Heart 吗？哭江的歌，那你写个呢？Yeah.
河，我比起大河喜欢他，米诺林。米诺林可爱，米诺林好可爱。我找一下磁铁，又没电，不是啦。时间快到了，我要下播。等一下，我下次直播是不是九月五号？九点到十点半 ，OK。那大家在公园见哦，礼拜六见，对，礼拜天也会见到，嗯，因为我要开播 ，OK。红包也快没了，那我赶快。看一下今天的排名啊，对，跟你们说，我的编号现在甜甜圈卡现在编号最大是现在是48号，对，剩两个人就是50个人。欢迎干杯，马上你看到，我会加油，嗯。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くーちゃん、れっくん、ちゃんなさん、さあ、ゆん太郎さん、おしんゆん、お、やほぱ、すーにせがにぱん、谢谢小玉的麦克风。你都小玉太鲁桑卡萨达呢？米酒，我有做过米酒的卡片吗？怎么觉得有？但是我啊嘞。好像没有齁，没有齁。我想一下啊，就是很可怕，有时候名字很熟的人突然进版就对，这样他变成49，如果我没有做他卡片的话应该没有做过吧。对，应该没有。我今天一个一个看一下那个名牌，所以我大概知道有谁的，有谁没有。没有印象有，好，那就好。因为我有时候啊，就是我不是现场写卡片，然后有时候放在家里，就是桌子上，然后忘记重新做这个卡。对，我通常差不多隔天才会做卡，对，上次就是志宏是新的嘛，然后我今天就是开播前就是画一下，第五十要记得，对，那我可以先不要记得五十吗？可以这样吗？我开小号了，不行，上个小编。不行哦，大家不要这样哦。可是我做卡号码的时候啊，我都是按照两个，不是，如果同时有两个人进来的话，如果同时有两个新人进版的话，前面的号码就是排名比较高的人。等等一堆粉丝，不行，大家不行，不要这样哦。就算这样，你的卡片只有一张哦。一小，可将，强纳森，帅人，小孩直接取五十号吗？再把这些决策，我的感觉怎么办？开一个五十是我的，怎么比49不好吗？
四十九号不行吗？早上点多，青云。是谁的？诶？改了四年。四十九很好，不行吗？怎么现在刚刚排名有变怪怪的？不是怪怪的，有改变。大家不用误会哦。谁是吴思源？吴思源是谁？谢谢吴思源的 Podcast。OK。实在晚安，周日可能会有很多没看过的账号来抢第十名。Shiriki Heart 的前一首是什么？桃色幸运草的さらば愛しき悲しみたちよ。さらば是片假名啊，片假名。卢卡你好，初次见面，吴思源晚安。对呀、啊，吴思兰，有没有名字叫蓝的，变成吴思兰？下次进榜一定是第五十，对呀、啊。好啦，拜拜。今天的第十名，第十名是 Sega， 谢谢 Sega。第九名是四名，谢谢四名。第八名是米酒，谢谢米酒。第七名是青云，谢谢青云。第六名是太郎伞，谢谢太郎伞。第五名是祥玉，谢谢祥玉。第四名是帅源，谢谢帅源。第三名是强大森，谢谢强大森。第二名是孤江，谢谢孤江。第一名是雷哥，谢谢镜像耶，没错。谢谢大家啊，青云掉了，啊。可以了，谢谢直播辛苦了，晚安。これ持つと暗くなっちゃうね、私の顔。不知道为什么我拿白板的时候，我的脸就变很黑黑。十一点要青雨台了，真假的？现在要开播是不是？被挤出去了，没事。晚安，大家晚安，对，早点睡觉哦。颜色对比，就出现比我还要白的东西。我跟一真上次一起拍照的时候，你知道，因为我比较黑嘛，我把我自己的皮肤调很白，一真就变成超级白。白板变形了，真的吗？是因为瘦脸的关系吗？哎、欸，真的也有哎、欸，那我不要开瘦脸，等一下啊、喔，今天就没有吧？空间歪曲，对呀、啊，这边就有了。可是我只开一点点，你们也看得出来吧？对，就这里啊，就欸，可是这样看真的比我想象中好像真的有什么的。现在我没开瘦脸，对，嗯，Magic。Super magic，
好啦，以后都这样子，我不要，我不要。没开多少，不告诉你。可是我刚确实有开设立，不开也可以。大眼呢？开了一点点。我不要凶耶，我不要，我才不要。你到时候开播的时候就知道，对，都还有特效，不，为什么不用？为什么不要用？我当然有开，我全部都有开呀、啊，可是不可能开100%。你要开100%、哦，好哦，我开100%。超级歪歪的，你看。这是100，整个弯曲不太好，我也觉得这样不好看。对呀、啊，这样不好看。やっぱ元に戻しましょう。これぐらいでいいや。很怪呀、啊。好啦，就这样。我要关播了，大家，拜拜，拜拜。眼睛开到会怎样？欸，我上次已经玩过这个了，会变成外星人。晚安，晚安。好想吃冰淇淋，我醉。晚安呢，拜拜。龙眼加油，谢谢，我也会加油的。不知道谁会来看现场。其实我也希望是甜甜圈 ，See you。但是听 Luca 唱歌很开心，谢谢。其实有栗子口味的冰，栗子不是梨子，梨子，好像不是切尔东，是他哦，他会来，所以他会来哦。好像不是甜甜圈，呼呼，是个酱油，原来如此，没关系。我知道他，我知道他，恭喜他。好，还好有人告诉我。我们甜甜圈这边有超多备取的。喂，我不要恭喜他，这可以备取。你怎么听起来？你怎么声音酸酸的？什么意思？甜甜圈没抽中才是正常的。哎，这样情侣之间要找谁？甜甜圈就是比较非洲。别说这样嘛。什么犯罪偶像？没有，我运气很好的哦。有忘记开镜像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全都要配齐，好坏哟、哦、你们，跟卢卡一样陪走？没有，我运气很好。哎，不想，你们一定要想自己运气很好，才会运气会变好。我万劝忘了走。不是，就是明明虽然我运气可能运气没有很好，但是你一定要想。然后我自己运气很好，才会越来越运气真的会变好。瑞卡运气很好，因为遇到了，没错，想法的问题啦。对，说不定很尴尬啊，对不对？说不定一个人在现场很尴尬的，连抠都不能抠，然后全员都在看镜头，对不对？相信我的脸跟卢卡一样黑。好啦，拜拜，晚安。好，谢谢你们，拜拜。哭。
时间。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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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我真的要关了，我真的要关了。大家拜拜。